本期讲解一个最新爆火的价值1599的故事会撸金项目，号称一天能撸500块钱，包含全套的详细玩法视频教程。原理很简单，今天就给大家详细的解析一下这个项目的实际操作玩法。设备需求是需要一个抖音号1000粉啊，多台安卓手机以及多个抖音小号，等号越多越好，主号实名，小号不需要实名啊。本站仅做项目的分享揭秘啊，没有一对一的指导，教程里面有自己的详细的指导，大家自己看一下就可以了。大家看看播放量还是非常猛的，收益也还是非常猛的。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包括10套教学啊，还有申请的教学文字介绍啊，还有各种软件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故事会撸金项目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